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九段，借转变差别。长行也有十句，我们从第一句看起。所谓法如是故，世界海无量成坏界转变，这是第一句。前面我们说过，转变真正的因素，第一个是众生心行的善恶，第二个是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纯净纯善，纯善纯净的这个心行缓和众生的不净不善，这样才能维持这个戒叉的正常的运转。如果没有佛菩萨纯净纯善的加持，众生的心行恶业的必定是增长，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这个刹土的毁灭。由此可知，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恩德之大了，真的是超过父母啊。想下这个诗句，普贤菩萨为我们做详细的说明。第一句，所谓法如是故，这一句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法尔如是，法尔如是说的是什么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得好，随业流转呐，自自然然，它就是这样的，随业流转，与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相应的，众生心想善。大劫就善，众生心行不善，差劫也不善啊。清凉在注释里面讲啊，无量的成坏界转变，为我们说明
宇宙之间，变化莫测，非常复杂，绝不是单纯的。近代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太空的观测，不但是有高倍的望远镜，有无线电的望远镜，还有无人驾驶的太空船，发射到太阳系的轨道，探测太阳系的九大行星，我们知道探测木星、土星、火星传回来近距离一些照片，提供了许多的珍贵参考资料，这是从前科学家没有法子想象的。对于这些星球转变呢，变化了，知道的越来越多了，这些常识越来越丰富了。但是虽然讲比较起来是越来越丰富，实际上呢，我们对于这个太空里面一切这些事物知道的还是太少太少。远不如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我们想想，佛何以能够说得出这么详细？佛的智慧，佛的能力，不需要借任何的机械仪器，他不需要啊。他是怎么看到的呢？那个《金刚经》上讲啊，无眼圆明啊，如来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不需要用望远镜啊。所以对于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世界海微尘数的刹土，刹土里面所有一切的状况，佛的观察真叫了如指掌啊。佛给我们的解说真的如数家珍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种智慧能力，佛说得很好，不是他一个人有，我们大家都有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个德是能力，相是相好啊，一切众生跟佛智慧德能相好是平等的，
为什么现在我们有这么大的差距？佛说了，众生呢，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真的是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我们的病根，生生世世搞生死轮回，生生世世受这些苦难。啊，什么原因呢？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我们讲习录的常常提到的，妄想分别执着，把自己害惨了啊！我们现在明白，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就能恢复啊！你现在不能恢复，就是你没放下。祖师大德告诉我们，说得好：你放下一分，你就恢复一分；放下两分，你就恢复两分。菩萨修行没有别的啊，放下而已啊。这个真正叫从根本修啊。我的运气算很好，跟佛法接触，跟出家人接触，头一次，头一天，张家大师就教我看破放下。所以说实在话了，我的修学没有走冤枉路啊。进入佛门第一天就上了轨道。看破就是明了，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佛经里面所讲的性相离世因果明白了啊。怎么明白的呢？放下，放下一分，明白一分，明白一分会帮助你放下一分，放下一分又会帮助你明白一分。放下跟明了啊，跟看破啊，相辅相成啊，交互的起作用啊。从初发心到如来的菩萨修什么？就修这个，不断的放下，啊，不断的看破。你得要真干呐！啊，那么一般人为什么放不下呢？对佛法没信心，啊，对经典所讲的没信心。欢喜研究不敢做，啊，譬如佛讲了，啊，你放下名闻利养，啊，放下你的财富，这是一般人最害怕的呀。天天要求财，你现在叫我把财放下，舍财，
我怎么肯干呢？啊，他不能够干，不能依教奉行，是他对于这个道理没懂。你的财从哪里来的呀？啊，我经营某种生意怎么赚得来的？不是的。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事业，那是语言，啊，是发财的语言。因是你过去生中修财布施啊，所以你命里头有财呀。命里虽然有财，要没有缘呢，财不能现前，啊，果不能现前，因要加上缘，就命里头有财，不管你经营什么事业，通通都会发财，这缘嘛，是这么个道理呀。命里头没有财，不管你经营什么事业，你只有赔本，你不会赚钱，没有财。啊，做哪一个行业都做不成啊！一生贫穷潦倒啊，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你果然参透了，你就懂得佛教我们的是有道理的。佛教我们舍财，舍财是布施啊。是得财富的因呐，啊！我有能力，尽心尽力去修财布施，果报是得大财富。啊！我这个一生。命里头没有财啊，这个算命里讲财库啊，我没有财库啊。啊，要照算命的来讲呢，我这一生是贫穷潦倒。虽然有一点智慧。要是算不错的话呢，一生可以做一个穷教员。在古时候，穷秀才啊，啊，在三家村开一个小学店，啊，私塾啊，教几个学生，啊，带一点点素修，勉强糊口而已。是这么一个命的，啊，为什么国报会这么样的艰难困苦呢？前世没有修财布施，啊，有一点智慧，前世修法布施，没有修财布施，啊，所以法布施有一点聪明智慧。我跟善知识接触，他们给我谈话，我听得懂。啊，这个一般讲的时候，古时候教书都讲求悟性的，我有悟性。佛经上讲的。我对于前世了解一个大概了，啊，不是我有神通啊，啊，我读的经书很多，修慧不修福啊，我前世就是这样一个这么一个一种人，啊，知道修慧，不知道修福。
罗汉脱空不惑，啊，这是修行亏能正果，但是没有福报，出去脱钵没人供养，常常难过。佛教大乘人，佛慧双修啊。我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才懂得这个道理。修福重要。我所修的佛慧，连无为这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我修三种布施，并没有希求果报。学了佛了，应当如是，也跟这里讲的“法如是耳”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应该要做的。果报呢，没有等到来世啊，这一世就现前了。我到40岁的时候，无论在智慧福德这三种这个布施的果报都现前了，一年比一年殊胜所以这个特别是佛报完全是学了佛之后才懂得了学佛之后才认真的修学，真干了晚年所得的这个福报不单我自己物质生活上真的是有求必应我实在没有想到我在物质生活条件上还照顾了许许多多年轻的后学这个是我想不到的事情我哪有那么大的福报自顾不暇了还能顾别人呢现在在澳洲建净宗学院往年在这个台湾我们建了一个小的华藏图书馆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这么多年来财布施用在法布施上财跟法合起来了这个布施面到整个世界所以设方同修给我的供养我不见道场我不做别的事情专门修法布施法布施需要财印经需要财现在流通录像带光碟也需要财财施跟法施合成一个所以智慧福报统统都现前了一年比一年殊胜无论做什么事情反正所做的事情都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正法久住
啊，在财用上真的是得心应手啊，不求啊，他自己来的啊。我们从来没有称说是伸手问人家要钱，没有过啊，永远不可能有这个事情啊。我们一生所抱的宗旨，钱多多做，钱少少做，没有钱最好。为什么呢？得自在了，不要做了。啊，设法的供养，在我们心目当中，是大家委托我替他做好事。啊，绝对不是自己受用的。啊，是一切众生呢，托我替他做好事啊！啊，我有责任，有义务，要尽心尽力帮助他，成就他。我们永远是这样的心态啊！啊，所以跟我。跟其他的法师啊，是要受一些苦啊。我们的生活环境没有其他的那个法师他们建的这些道场啊那么样的宽广殊胜庄严，没有啊。我即使在今天在土翁巴建的一个道场算最大的了，还是很小，跟别的法师不能比啊，小道场啊。但是我们的道场有一个殊胜，我们不化缘不巴结信徒，不攀缘，我们做得非常本分啊！我们的道场四众一家，完全平等啊，确确实实啊，虽然不能够完全做到六合敬啊，我可以说相似的六合敬有。啊，接近六合敬，相似六合敬。啊，我们还要认真努力呀，在经教上下功夫啊。啊，要不在经教上下功夫，真正的六合敬永远达不到。啊，什么时候真正六合敬现前呢？每一个人都觉悟了。啊，我们这个小道场里头。我不求多，能够有十个二十个人觉悟了，真正六合敬的道场就出现了啊！所以居住在道场里面的大众，能够有一半人觉悟了，这个要教学啊！不教怎么行呢？不学怎么行呢？现在有许多人打听要想到图文巴去啊，现在还不行啊。为什么呢？我们道场的工程现在还在建筑啊，还没完工，所以学院还不能招生啊。学院建好之后三年不能招生，你要说为什么？没有老师啊，所以这个三年我们要培养师资啊。三年之后能不能招生呢？看我们培养师资的成绩啊。
如果成绩还可以，这个三年大家认真努力修学，确实可以担任教学的工作了，我们就开始招生。没有法子啊！这个是佛法了，不是世间法了。在世间里面，我们找不到老师啊。虽然这个澳洲大学很多，博士也不少，那个博士不能教佛学啊。我们的敬重学院是真正的佛学院。就是这个里面没有世间法夹杂在里头，我们教学的内容完全是三藏十二分教，所以要培养师资啊，培养师资的方法，我们依照古老的办法，让发心学经教的，就是发心将来担任学院教职的，他要不断的在训练，在讲台上练习，每一天他都要出来讲经，这样子呢，他学一部经典。不断重复来讲，讲三年，希望三年呢，他能够讲十遍。我们去听讲，听他讲，讲的觉得满意，点头了，他将来在这个学院担任某一个经论的讲师。我就可以收学生了。你到这个学院来，你想学什么？你想学的这个经论，我这里有老师，我就收你。你想学的这个经论呢，我这里没有老师，没办法，不能收你，你到别的地方去。你比如说学大经的，你想学法华，你想学楞严。现在我真的没老师，我就没有办法开这个课，大概是小部经论，像净土五经一论，那么现在有学地藏经的，有学阿难问师父偈胸经的，只要发心肯担任教职，专攻一门。我们采取这个办法，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将来这个老师都是专家，你一生专教这一门功课，从初学一直带到研究生，你就是一门深入，这一门可以讲很多遍，遍遍不一样啊。境界不相同啊！像我过去讲《无量寿经》，讲十一遍，遍遍不相同。所以也是法而入世啊！所以我们现在欢迎真正发心。在这个学院将来担任一门课程，我提供你学习的机会，提供你学习的环境，我年岁大了，在这个学院只能带一届，我们一届是九年。到第二届呢，我就得交给学生们。这个学院
由你们去主持，由你们继续办下去。我想在九年当中，所有一切的根基规模啊，都可以奠定了。这个是我们在佛法修学弘扬上也是一个转变的。不是认真你就转不了。我们转变的根在这里。现在大家都忽略了。我们从戒律上下手。从根本的根本弟子规。弟子规是儒家的。真正是根本的根本。就是说你在家里头。你怎样做一个好儿女？你在学校如何做个好学生？要不在这上面奠定基础，佛法，你再用功，再精进，你还是不得其门而入。为什么你做不到？弟子规的内容是什么呢？实实在在讲，就是敬业三福第一条的前面两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孝道师道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我们的学习纲领给诸位说，就是敬业三福，学院的修学纲领，那么这个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两句，我们就采取十善业道经。所以我们课程呢，根据纲领做的。敬业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我们采取的是这个感应篇汇编，沙弥律仪。我们今天不能好高骛远，我们从最基本的东西去做。比丘菩萨太高了，实在讲做不到啊。能够把沙弥十戒24门威仪都能够做到了，就是现代的圣贤了。所以我要求确实不高。最后一条，身心因果。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落实在第一章本愿经。以这个做基础在地藏经里面学地藏菩萨发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菩提心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的，全经的内容就说明孝亲尊师，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地藏经的内容，
深信因果，《地藏经》里面讲因果讲的很多啊，所以发心深信因果啊，这个是大乘经啊，读诵大乘，自心化他。这个是学院前面两年的过程啊，前面两年是这个德育的过程啊，孔老夫子教学的四科啊，德行啊，你自己没有德行，纵然有学问也不能教化众生啊，所以我们还是以德行摆在第一啊，我们要考核这两年下来你的德行大家公认啊，可以了啊，你才能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三年学习净宗，我们是净宗学院无经一论啊，这三年的时间奠定了净宗学习的基础修学期满啊，你也能考试及格了啊，你再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研究四年啊，你选一部经专修专好啊，总共的学程九年啊，九年不能离开学院啊，我们没有放假啊，不像一般学校啊，过年放假。有寒假暑假我们没有，本寺释迦牟尼佛没有放过假，所以我们也没休假啊，我们为报施主恩啊，这些护法施主对于我们照顾啊啊，我们怎么报恩呢？我们办讲座啊，施主对我们财供养，我们报答施主法供养，这是如法的啊。所以将来在这个三年当中，我们会办短期的讲座啊，这个讲座每一季办一次啊，春夏秋冬四季就一年办四次，一次十个星期啊，七十天啊，让我们这里所有学习经教的这些学生哎，他有机会上台去练讲嘛啊，把他修学的这个成绩啊向大众啊做报告，就上台去讲，报施主之恩呐！啊，让我们的施主看看你供养的这些法师居士啊，因为这里头学习讲经的有居士啊，你供养的这些法师居士值得不值得？你要满意，欢迎你继续供养；你要不满意，你可以不要供养这个道场。啊，所以我们在澳洲，我们道场没有信徒。啊，说老实话，我们在那边生活经济没有来源。不化缘
啊，不问人要钱，这个生活来源从哪来的？啊，我们在银行开个户头，啊，这个户头随着我们的这个简介，跟这个经书流通了，啊，那么许许多多各地的同修知道了，他们每个月从银行汇一点钱给我们，啊，随分随利了，啊，你汇个10块钱、20块钱，都很好。所以我们当地银行对我们很满意，知道我们的这个生活来源是来自全世界的，啊，各地都有，啊，连欧洲，啊，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啊，西班牙都有，随分随利了，不在多少啊，啊，寄给我们10块钱，不少啊，啊，所以这个样子好，每个人心非常安呐，啊，你供不供养，我们都是一律平等待遇，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个人供养的，不晓得。啊，银行里面每个月呢，只是把那个账单送给我们，啊，告诉我们这个月你们有多少收入，啊，从哪个地方来的银行知道，啊，我们并不晓得，啊，我们这个生活是这么来的呀，啊，自己不晓得。所以生活非常安定，啊，我们省吃俭用，啊，绝不浪费，啊，维持稳定的生活，安心办道啊，啊，道场要化缘，常常要那个很苦啊，啊。你要应付信徒，要看信徒的脸色，你还办什么道理？你还修什么行呢？啊，所以真正修行，万缘放下，啊，这个攀缘头一个要放下，啊，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啊，真的实在说是，我们外缘断掉了。啊，没有供养断掉了，好事啊！我们大家，我们有个念佛堂啊，念佛求往生啊。宋朝迎客法师啊，3天3夜就成功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了。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万一哪一天没有供养，道粮缺乏了，我们集体在一块念佛求往生。决定完成，我们有信心啊，有把握啊，这样也是教化众生，给众生做个模范啊，念佛不是假的啊，是真的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我们求完成。那么这个通通是转变呢，啊，真的是这个法儿，这个清凉大师注解得很好啊，法儿随业转也，啊，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跟齐聚因缘有什么两样呢？他老人家注解讲得好，因缘意在于因，意思
着重在因上，转变呢，意彰于意，转变的意，这个意思非常明显，让你看出来它不一样，前后不相同，所以是在果上讲，在形式上讲，着重在真，当然转变的因还是在居住在这个刹中的众生心行的善恶，这是真因。其次呢，有没有感得佛菩萨应化，在这个里头做纯善纯净的指导。如果这两种缘要是具足，肯定转染为净，转恶为善，转灾难为祥和，那么由此可知，教化是转变的真因呐。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了解。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一切刹土，帮助一切刹土当中的九法界众生，以这个为事业，如来家业，如来家的事业如是而已那我们今天加入如来家了，就要知道如来家的事业是什么，是自己好好修行的，在帮助别人，自心化他，如来家业。说得更明白一点呢，如来家业就是帮助众生做一个大转变，佛在经上常讲帮助众生呢，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为涅槃这两句话说的是究竟圆满可以说是总的纲领，总的路线。佛弟子决定不能违背总的路线我们不违背，清楚明白了，阶段性的我们要了解，阶段性的这个里头就是通权大变阶段那是看这个阶段此时此处众生的行业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对症下药你一定要能够了解现前社会大众他得的是什么病那我们现在知道现前大众把伦理失掉了，把道德失掉了，
我们要怎么帮助他？帮助他恢复伦理，帮助他恢复道德。啊，现在的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这是道德了。我们如何来教导道德仁义？啊，道是伦理啊。德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人与天地鬼人之间啊，最恰当的行为，这是德。所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啊！中国八德还有一个说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这个是德的纲目啊！我们要怎样教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九楼要建立一个万姓先祖纪念堂，教孝啊，啊，教敬祖先、爱祖先，啊，纪念祖先，光大祖先之德，啊，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教啊，啊，这个是阶段性。啊，因为现在中国祠堂废除了，没有了。啊，祠堂是教孝的。啊，我们在此地建纪念堂，啊，先祖纪念堂。希望大家能够醒悟啊，觉悟啊。啊，孝顺父母，第一德了。啊，这个是德行的根本。现在时间到了。